对啊，那个船15年有了。那上面可以载2000多个。货柜啊？对，它从船舱里开始算。船舱，你说下面也可以放啊？对，下面大约三层吧，3层楼。你说在吃水的下面还有？对，在底下还有。他说可以放2000个货柜，直接砸死。船的下面也还有放很多货柜。那我要沉下去不会？最少跑2万的。他旗下有他这批，他这批旗下有20艘，万海很赚钱的。我知道，他听说他要买新船。其实航运都是今年才真的赚吧？没有，他每一年都这样子。只有他吗？也不是，长荣、杨明应该还好。就台湾的四大航运商啊，长荣、万海、阳明跟一个德翔，都是非常赚的公司。你要上来了，那这个你可以吗？让我还放下来。你有看到后面有个那个架子吗？那个新船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个。你说后面那个铁架？对，那个是他们自己加装的，因为可能需要比较大的那个运输量，就自己加装。那你还可以再摆货柜的意思吗？对，那是倒槽架。会不会有危险？要看他们会不会有危险，要问他们。那你还要再等什么船啊？游轮。什么时候要进来？啊？在多久？12:30左右。游轮，你是说载人的那种游轮吗？